咁啊，球迷世界繼續為你播映咧，係流浪隊院嘅甲組嘅聯賽㗎。咁啊，好快脆咧，呢位南斯拉夫嘅前鋒啊，高能已經睇咧係流浪咧頂入咗一個波啦。咁啊，極短嘅時間入邊咧已經打開咗紀錄㗎啦。呢次嘅勁射龍門咧係撲出啦。德布洛夫咧個水準咧喺比賽嘅初段咧仍然得以保持㗎。咁啊，流浪咧繼續進攻。高能咧系拖入去中路，省中咧喺呢个普波域治嘅脚咧，而改变方向嘅入网嘅。咁呢个波入网咧，令到咧系德古洛夫咧喺场比赛入边计后嘅比赛嘅信心咧，亦都严重受到嘅影响噶。亨打入选咗港联嘅亨打呢个过头波亦都好靓啊，送去远柱啊，咬腰一射，弹柱出翻嚟，咁啊出翻嚟，变鬼士咧表示呢个危机已经过咗。高能咧，亦都再次演出呢位機會主義者嘅本色啦，3-0啊，射成嗱，演出戲法，演出呢個拇指戲法噶。咁啊，魚丸咧，亦都喺好短嘅時間入邊咧，輸咗3球之後咧，咁最後由咧係美妙同帕根斯大家咧係合作，係製造咗一個比較美妙嘅入球啦，最成係1-3。但呢個時間咧已經係接近完上半場嘅時間啦。換邊賽賽之後，佛球由亨打開遠柱，德保洛夫咧手槌打翻出。咁啊落喺咧高能嘅腳下，高能咧亦都係用掃把腳投入咗4-1啊，係平咗啦李布倫一場波入4球嘅今季嘅入球紀錄噶。美活呢個波入禁區，最後過埋嘅時候咧，俾對方嘅防守球員嚟勾跌，但係好奇怪啊，執法嘅球證咧係完全係冇理會到嘅，只係咧俾咗個撲球嘅啫。嗱，從慢鏡頭嘅顯示啊，呢個波真係咧可以咧係判罰流浪後衞一個極刑嘅。温布顿虚腾嘅球员同埋星岛嘅球员啊，从头咧系愉悦啊，从翻香港咧揾食噶。咁佢嘅策划之下咧，一次嘅射门咧，结果俾加夫里啊救出咗噶啦。亨打亦都杀咗禁区，咁但系咧系德波洛夫呢个波亦都反应非常之快啦，系托出成为呢角球嘅啫。咁啊，比赛已经接近咧系结束嘅阶段啦。咁啊，高能咧再次射入咗5-1，系大破咧，系愉悦噶。跟住咧，我哋睇星岛对好易通嘅比赛啊！好易通咧就着翻粉红色衫啦，星岛咧就黄黑间条衫噶。咁啊，开波咧又采取咧长传大脚啊！咁啊，呢个波一揿动埋咧，就俾呢个罗继华咧系射入1-0啊！咁呢个波咧系阿鸡咧胜咗咧，够落力走多一步啊！在龙门出来之前咧，将个波咧系召入去。咁呢一场咧系替呢个浩通把关嘅咧，就系洛斯堡啊。好啦，咁又嚟啦，好高啊呢个波，弹翻嚟中间咧转唔到身射啊。而家后边咧再转翻过嚟，摩压一个后抽，送埋中间咧啱啱好咧就梅尔喺度啊。呢个波咧跳起咧，大家留意啊，完全咧冇浩通嘅防守球员咧埋逼住佢嘅，俾佢咁轻易咧顶入。已經短短的時間已經是2-0了。賽事進入下半場，基寶捋一捋送出來，這邊就看奧力點一個拉後給史道尼，史道尼這個波踢完彈下彈下又有些運仔，個波是這樣滴下去，勁射可能希福特救到，但是就這樣滴下滴下滴滴仔希福特搞不定了。好了，跟著連一個冷戰，但可惜柱边啊，弹柱出界啊！好易通攻一轮咧，又到咧升到嚟啦。康仔点先？查查声落，落个底一送出嚟，中间又得翻。哎呀，呢个顶得正啊，正啊！回啊，呢个波咧系冇办法啦，佢就住个波嚟咧，就咁嚟就咁顶咁，但系啱啱好咧顶正洛斯堡手中间啊！呢波内迪快定基波快咧？内迪快，但系基波后边咧偷到个波，再射埋嚟中间，罗伟志再起脚。反正希福特入啦，呢波入啦，唔使加球啦。呢個李布倫雖然趕埋嚟，但係都唔需要咧經呢個李布倫啊。咁咧就2-2打成平手咯噃啊！估唔到呢場波咧相當之燦爛啊！好啦，又係陳志剛一俾埋呢個波朱大時來運到啊！咁下半場嘅32分鐘咧，朱大咧就頂入呢個波，咁3-2啊！咁啊記憶中咧，今年朱大咧入球數字咧都好少下噶。咪落後緊嘅，好易通啦！立即啊，趁餘下嘅時間反撲啦！羅偉智呢個波射埋嚟，但係越位啊！李布倫呢個波雖然截到，但係零零丁丁得佢一個人喺度，咁啊越位嘅機會咧相當之高噶。咁啊球證亦都吹咗啦，希夫勒大腳送埋嚟，
哇！呢個龍門底腳功喎，差啲搞掂啊！個結果咧係入唔到呢個波之後咧，呢場波係3-2噶。咁啊，經過咗咧係幾場聯賽之後咧，南華咧目前咧就係有13場嘅比賽，32分咧係排榜首啦。快通咧就係少打一場，咁亦都係比呢個南華咧係少咗3分嘅。跟住咧就流浪星島。咁射手方面咧，大致上都冇乜變動啊。前四位咧都係咧科士打、李布倫、歐偉倫同埋咧係巴貝利嘅。咁高能由於咧一場波入。